你的电脑好吵，好吵。嗨，我刚洗好澡。嗨，我在找袜子。哦，找到了，超快。好，没事，我找到了。嗨，乐迪。我是小西伯利，哎呀噜噜，小西伯利，哇！我的电脑好吵哦，我真会买起来，买起来！听说是今天开卖，但我还没po文。不要穿袜子，没有什么神秘操作，就是。我要穿袜子，我脚会冷，超肥。我要穿袜子，洗完澡，我刚洗完澡。我今天去健身，我今天跟蔡一柔去，我今天跟肉肉去健身，去健身房，快两个小时，超厉害。好累哦。然后我刚就在睡觉。刚回来吃饱之后就在睡觉，好痛！我这里长一颗痘痘，然后它很肿很痛，我不想理它，它自己会好，应该吧。我今天刚下不了床，我今天頑張りました，今日頑張りました。我刚在穿袜子，给你们看我的袜子。给你们看我的袜子。我长高了，各位！连我脚上的羊驼都在开心，真好，太棒了！我只是想顺便把我，他安静了。那我早知道刚早点踹他一脚。袜子超可爱的，谢喽！这是我前几天穿的，我要拿去洗了。没有人想看我臭袜子，就是不是很在乎。这是我前几天的臭袜子。然后头发还湿湿的，我想吹一下头发好了，不然会感冒。哇，谢谢林哥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赞啦！我是个刚洗好澡的东西。随便吹一吹，反正不要很湿，就不会感冒就随便了。我今天练了什么啊？我今天踩踏步机踩了快30分钟，然后踩完之后去做了好几组的那个腿部跟手部的向心跟离心都有做。累死我了，我真是累死我了。有够久没有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去健身房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太懒惰了。然后我现在只有遮瑕，因为等一下下播就要睡觉。棒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真的超棒，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。现在就是一个健康人生，健康生活。自从上次感冒那个两个礼拜之后，我就开始怕了。对不起，我就怕了。老了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比一下新买的发夹，好粉哦！今天就是。这几天呢，就是很早就去睡觉，然后很早去睡觉以外呢，我现在因为在顺便要减肥一波，然后我就每天都在喝水。我昨天喝了多少？我昨天喝了两杯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喝了1000cc， 然后我今天应该我不知道这是多少，这一罐到底是多少，
我今天也喝了很多哎，就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这是800毫升，我今天原本差一点要把它喝完，喝到剩这样，然后刚又被加到快满。反正今天的目标也是要喝很多水，然后最近就一直吃水果，然后吃一些健康的东西。我最近是个健康养生生活哎，我刚吃晚餐吃那个什么 DGI 便当，如果人我很少在吃那个便当的，但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嗨，吉拉桑，多注意身体。嗨，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Lucky 也是要注意身体。我们弱女子就容易在这种季节感冒。那个不错，就是有点贵。其实一般的便当也差不多那个价了啦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件是刚刚才买的，这件是刚刚在 net 买的。因为我最近就是晚上睡觉，然后我在就睡觉，然后起来就会觉得头很痛，然后觉得很冷。只有头很冷，因为其他地方都盖到，但头盖不到。然后我就跟我妈借了一件极大件的帽 T， 然后就每天都这样子，然后加一个围巾，然后再加一个口罩，真的看起来很像雪人，就很夸张的那种御寒措施，然后再睡觉。然后呢，就是今天就去逛 net， 然后就发现，哎，其实这件很大件，那就买这个就好。就把他的衣服还给他，不然我一直穿人家衣服，我一直穿人家衣服睡觉。睡觉穿这样太夸张，我真的很怕冷，我是真的很怕冷。而且我跟我们说，我的棉被不是一般的厚，我真的觉得我如果生在北海道，可能就足不出户了。为什么人平均变红茶鸡了？还好你前面有加个米字号，我还勉强认得出来是你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会跑去唐吉诃德，我才不要，人好多、哦、还是我等下下播再去。他不是24小时吗？我等下下播之后唐吉诃德见哦。开玩笑的。包成那样不会流汗？不会，我真的很怕冷，是真的很怕冷。来开个什么特效？我今天很适合毛毛熊。放一只毛毛熊在头上，哇、哦，太适合了！下播不是要睡觉？对啦，我要睡觉。こんばんは、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よ。全部治った。今日元気いっぱい。然后现在要来吃芭乐，芭乐，应该还可以吃吧。只是皮皱皱的，应该可以吃吧？是吧？妈应该不会拿不能吃的东西给我，不管就给他吃，是可以吃的吧？只是有点黄黄的，可以吃吧？可以吧？不管啦，随便吃。嗨，睡啦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我相信我妈。大家晚上好。然后我终于去买了体重机耶。我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其实家里一直都没有体重机。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去学校的时候，然后在学校量这样。然后最近终于受不了，我就去买了一台体重机，然后就发现我晚上跟早上的体重大概可以差到1.5公斤到2公斤吧，超夸张的。就是我如果晚上睡觉前我就去量，然后可能会是那种什么47或48那种天文数字，然后起床之后就变45。坏，什么体重机？你才起重机啊，阿尔法，你有什么插进土里的？今天身高是怎么量的？我告诉你，
我去健身房，然后健身房有那个小学的那个，就是一蹦的那个，然后就有量身高。我原本想说我随便量量，我只想量个体重，可是他就有副身高，我就想算了啦，我就去量一下。结果没想到我长高了欸，真是开心。体重机站的位置会有差，真的哦。没事啦，我都站正中间，应该没事。好了，这样会开外哦。好。然后跟你们说，我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梦到什么太气了，然后我咬到舌头。我在梦中咬舌自尽啊，好痛啊！然后我舌头就破洞了。マジで痛い。还在成长。又咬舌头，很痛哎！对，ここめちゃくちゃ痛い。好吧，我知道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你们只会看到一个吐舌头的悲剧，可是就是咬到了，很痛。难过了，今天讲话有点品寒感。你是说因为我咬到舌头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天真的是因为咬到舌头，吃什么东西都很痛苦，连吃白辣都只能用侧边咬，不能用中间咬，因为一碰到舌头就会痛死我了。然后我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要塞到旁边的。哎呀，流血嘞！痛痛痛痛痛痛痛，没加加一袋哟。昨天是白的，就是那种嘴破的那个白白，痛死我耶！而且就是连你闭嘴的时候，呵呵，这样讲好奇怪，连你闭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舌头会抵到牙齿，然后就一滴，那几滴，舌头会反破洞，快去买口内膏擦完清关就好。真的吗？我现在把我的食物塞在我的夹囊，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很像天竺鼠？不一不一，不一不一，不一不一，我是昨天舌头突然长血泡，太痛了吧！所以我是梦到什么？是多痛？脸颊怎么了？可以做一下吗？都是白蜡，他那边都是白蜡。天竺鼠车车怎么变成天竺鼠车车？这样吗？这样。我跟朋友说，我原本没有打算要看的，但是我刚吃晚餐的时候，我哥就跟我讲说，一集三分钟而已啦，不会花你多少时间，你去看一下。然后我说哦好，然后就边吃我的便当，然后打开《天竺鼠车车》第一集，放在那边，全塞车是怎么造成的？然后我就吃吃吃，我就会讲，哎妈，你看，就是传说中的天竺鼠车车，你不看一下？我们吃吃吃吃吃，哈，没了。然后我就按第二集，吃吃吃，好没了。然后三集就这样结束了，就这样结束了，不一不一，就这样结束了。难的，对啊，他们是这样子走的，不是用滚动的，是用走的，大概是像这样。肩胛头上特效感觉整个好粉红，对啊。那这是我的帕加马。新しいパジャマ。やった。所以大家到底为什么喜欢看天竺鼠车车？我比较想知道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他可能就是有迷因啊，或者是像之前那个
之前也有好几出动漫是因为莫名其妙红起来的，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内刀很好笑，但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难得忍不住跑去看车车，解决塞车的方式很天才，是没错。我刚看到的时候，我讲说什么意思？有这种的吗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是大叔还姑娘心，大家年纪大了就会开始追求越来越简单的东西，舒压。我还是喜欢看莱娜，我没有看动画版耶，我是漫画党。请问动画好看吗？巨人最近的阿派有打算去逛唐吉诃德吗？我们说我在很努力的省钱中，最近要努力省钱，可是感觉去唐吉诃德钱就会不见，大概等一个礼拜再去吧。我也觉得应该要等，推爆。等等，我回应你很多则留言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，我要叫你上吗？上还是上对念法有问题，糟了。Hello 10，现在人太多。我对唐吉诃德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去过日本，然后我真的是很好奇，原来唐吉诃德会卖熟食哦。我对外面那一排熟食区比较有兴趣，但是我现在是打野多吉，所以其实也是不能吃啦。都可以啦，那我叫你上，去吧763，我回本岛一定要去。昨天去只买了关东煮吃，它吃起来有日本的味道吗？我不知道日本的关东煮什么味道，你可以告诉我它像日本的还是像台湾的？听说台湾的关东煮一点都不香。所以我可以吃地瓜。而且那个地瓜很像漫画里面的地瓜哎。就是我平常在全家便利商店看到的地瓜都是那样溜溜溜，然后一颗圆圆的，然后我刚看到那个安九，就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他有拍片，他就去开箱唐吉诃德，就我就看到他手上的地瓜是长长的，是漫画里面那种长长可以剥一半，嗨阿给的哇！对不起，我要求好像太低了。工作需求要去看一下熟食区的东西啊，哪里喝的？大概懂，味道应该偏台湾的，哪里喝的？还该可爱了，最近不是吃苹果就是吃白蜡哦。哥哥今天还带了小番茄回来，刚刚路上还买了葡萄。最近家里是水果王国，日本的地瓜都是长那样吗？长长的。タキレンタンさん、お久しぶりです。栗子地瓜什么意思？吃起来有栗子味吗？开心哦！我只要吃水果就会停不下来。我跟我们说，在家里买了一盒那个全联的那个，就是他会卖那种80几块，然后超大一盒的那个水果切盘。然后我就吃那个苹果，然后就觉得很刷嘴，然后一直吃，一直吃，
一直吃，然后大概一个晚上吧，就是大概有四分之三盒是被我消灭掉的。什么天地大，可能是栗子种的地瓜，什么时候栗子也兼职种地瓜了？品种名称，那就都，所以不是日本的地瓜都长那样。然后吃了水果之后，然后你就会一直喝水，然后一直喝水，然后再一直吃水果。我相信这样一定会瘦，我相信这样一定会瘦。这样吃下去就是等于果汁了，对吧？一过就果汁，不是这样算的。什么蒜源竟然会出现？啊！我一傻西布里的，为什么今天突然很多傻西布里的？大家安，水果不能吃太甜的。太甜的，一斤我都够。可是不好吃的水果就不甜，超嘴，这句话是不是很嘴？不好吃的水果就不甜，然后糖分就不高，所以我要买不好吃的水果这样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镜头上面突然觉得，你们不觉得我的卧蚕突然长得很明显吗？就是其实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卧蚕的人，然后我今天没有画卧蚕，然后我最近一直听大家的建议，大家就说这样可以练出那个卧蚕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方法，看怎样演那个脸部神经失调，可是真的是这样，听说这样就可以练出卧蚕，然后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点用哦。还是单纯只是老了下垂，哎，今天卧蚕好明显，我没有画卧蚕，我再次声明，我今天只有上遮瑕，因为我刚刚洗完澡，我刚才洗了一次脸，我只有上遮瑕，我等一下再洗一次我就要睡觉。芭乐就不甜啊，芭乐应该就算不甜的吧。栗子地瓜的特别的地方是味道很香，然后质地松软，我喜欢吃起来绵绵密密的那种。地瓜绵绵密密，黏黏黏，还有白丝地瓜，白丝地瓜，但白丝地瓜好像跟什么品种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我喜欢吃芭乐的籽，我哥也是，我哥吃芭乐一定要有籽哎、欸，如果没有籽的话，他会问你、欸，感觉像眼睛度数不对的人，对对对，很像那个老花眼那样。超愚蠢，我不要对着镜头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再来要讲一下还蛮正式慢慢诶、欸、什么我要讲什么，我要讲正式了，然后我肚子叫了一下，希望你们没有听到，坏女人也会那样拍杂啵。我才没有，我看起来完全不是拍杂啵好不好？什么？我看起来就，我今天去健身房还被人家问说，请问你有满16岁吗？我素颜，然后我去他问说，请问你有16岁吗？因为16岁以下禁止进入健身房。我有16岁哦。我都觉得我年纪是不是比那个攻读生大？宣传合照会哦，我要讲正事，就是感谢大家，那我的握手就完手耶！你们成功解锁了特殊服装，但是特殊服装呢，我还在想要可爱的还是很仙的，你们可以投票决定一下，想要看超可爱还是想要看超仙。那我也不会告诉你们我要穿什么，就是你们只要挑一个可爱的或是漂亮的就好了，可爱系或仙女系这样。他是没有戴眼镜，怎样？真是没礼貌！我跟蔡依林就在付钱的时候，还是讲说你们应该都有满16岁吧？哼，我就长了一副年轻脸，哼。骄傲，虽然我今天就是用那个固定吉他，然后用到一半，然后我整个就是死亡脸了。
就蔡依林转头过来，然后我是这样，然后把那个毛巾盖上，直接盖到脸上，然后开始继续做那个固定姿态，因为我怕我脸太狰狞，先盖起来好了。鲜鲜那种鲜嘛，鲜鲜也是不错啦，好吃啦。如果你想要鲜鲜那种鲜，我可能就是穿全身紫色的这样，那你就看到紫色紧身衣的阿潘冲过去，有点可怕。可以投侠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帅气可以选择。仙女系好了，可爱风常常看到，所以两天都到才能都看到的意思哦。对，两天都到就什么都可以看到。我只能跟你们说，两天走风格会有点不一样。紧身紫色紧身衣那是茄子吧？什么茄子竟然要穿紫色紧身衣出席握手会？我获得了什么全新情报？赶快散播出去！可以投小龙女系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在研究金庸小说，但我对不起我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好像看了第一章之后就一直摆在那边了。合照会还有第三套吗？合照会还有第三套吗？大家敬请期待 ，coming soon， 这一切等官方看会不会加布，好不好？我是说你穿紫色紧身衣很像茄子，我以为茄子只要穿紫色紧身衣，我原本期待了一下，茄子又躺枪。你们是不是其实不希望阿潘感冒好起来？阿潘感冒好起来，突然觉得很讨人厌。突然变成乌鲁塞，是白啦。阿潘先去旁边花圃把我拉出来。好的，请问阿尔法，你会被种在那个松烟的第几棵树下？你可能要跟我讲一下品种，我找一下有没有就是标示品种的那个牌子，我去找一下你在哪个花圃里面。毕竟松烟的土就是比较多一点。没精神，都看起来随时要断电，真的。书看不下去就追剧去吧。没有，我是打算要看书的，但是就是你知道，追到一半就会被别的东西拉走精神。哦，说到追剧，对不起，我话题跳得有点快。我少女的王座玩完了，哎，怎么办？他就被我放在那里了，他还没有要更新主线剧情，我玩完了耶。怎么办？玩完了，都玩完了。如果没有抽到新卡的话，就都没有什么好玩的了。超废、欸，玩完了。我花了两个礼拜吧，把游戏全破完了。恭喜恭喜我，我没得懂。好奇后面好看吗？玩到第二张卡住。Lucky 桑，你是这个嘛？我为什么刚突然加桑？想怎样？就是你是在第二部的前段还是后段？你在第二部的前段还是后段？我怕剧透你耶，怕剧透你耶。那来玩村庄，我不要你们，不要在那边珍妮佛罗培兹。而且我觉得我学的很像哎，雪莉，珍妮佛罗培兹，学的超像。到底学这个要干嘛啦？而且我还学后面的 Coin Master， 在 App Store， 好烦呐！你刚攻击我的村庄，你知道有台语版的台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
只到第二钟前面才会被攻击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要把第二章玩完哦。你如果没有把第二章玩完的话，你整个游戏都看不懂哟。我觉得第二章的最后面是精华，就是目前主线更新到第七章结束为止，第二章后段是精华，然后。我觉得嘛，它的剧情其实是蛮老套，就是如果你有看很多那种韩国的少女漫画的话，其实就是差不多的剧情。但是你一定要把第二章全部看完之后，你才会理解这个游戏到底在做什么，就是有点像是第二章结束，你才会把新手教学玩完的感觉。连我觉得呢。前期啦，说真的，他就是充满了中资的感觉，就是他的角色设定就是充满了恋与制作人的满满的，对，就是感觉好像哦，我看到了一个徐教授，只是换名字了，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李泽言，他只是换名字了。但是到后期哦，我觉得后期有点扳回一城，尤其是对我弟弟好可爱，好弟控，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帮弟弟抽到了兔耳，好开心，就是。我觉得他剧情还是有些缺点在，就是第一个是他政治方面，他国家的名字都太长了，然后政治铺陈有点太冗长，虽然不难懂，但是有点太多余。如果你是要玩来玩乙女游戏的话，你会觉得有点烦躁。然后再来第二个，我觉得角色情感刻画我反而认为不要开声音，你的代入感会比较强。就是虽然开声音那个声优的阵容已经豪华到一个不行了，但是我严重怀疑那些台词是没有让他看着整个剧本下去配的，他应该是把台词分开交给声优去分开配音，所以我觉得。怎么讲呢，就是有点像上一句话可能就是公主殿下我好难过，然后下一秒下一句的起手式又是公主殿下，就是有一种你每一句都在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公主殿下，然后以至于整个剧情有点不自然。就是如果你听得懂日文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一切非常之不自然。然后就像我弟弟，就算再香，他的每一句话里面大概会叫三次奶奶什么，奶奶什么可爱，奶奶什么的こういうところ，就是完完全全就感受到，这个台词应该是分开配，然后再把它剪在一起的，有点不开心。我认不出改变造型的你，妈鸡，为什么？最近好像很多人说，就是。剪了这个头之后有点认不出我，还是我最近太常 po 那个就是淡妆的感觉。再来阿潘这么说，我继续加油，喜欢弟弟和哥哥，我也喜欢弟弟和哥哥。你看到后面，你把第二章玩完，你不用再玩下去，没关系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好喜欢弟弟跟哥哥，暴风式喜欢。等你看完第二章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个反应了。我希望你会跟我是同一个反应。我暴风式喜欢哥哥。哥哥不是攻略对象，真是可惜。说了什么话？说了什么好像很严重的话？没关系，但有弟弟就好。問題発言。有种浪费好声优的感觉。前几天都没有力气跟大家好好聊天，我的天哪，
总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见一样，明明就是这阵子都一直有在开直播，可是有一种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感觉。Hello CKU， 我可以打开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弟弟现在多可爱，好可爱。想知道 Lucky 的推耶 ，Lucky 现在的推，不知为何有些地方会突然没有配音，像阿帆讲的推，就是有点出戏，对，蛮出戏的，尤其到蛮重要的剧情的地方，你就会觉得越出戏。反正我觉得关声一晚可能会心情好一点，因为一直在感冒睡觉，我就是整个人好像脑袋没开机一样的在跟大家讲话，前几次直播好像不存在一样，我的天哪，完全没有开机耶。我给你们看看我可爱的弟弟，哦，真的是哦可爱，我今天还没有刷每日耶，天哪，哦，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刷每日，哦，弟弟可爱的跟天使一样，看看，哦，他在说什么，哦，可爱，其实是为了阿尔贝玩的，诶，是为了 Kenner 吗？那我觉得你可以专攻一下卡池，因为我自己抽好，就是自己抽到好几张都是阿尔贝的那个衣服，然后他可以解锁剧情，就是有点像《恋与制作人》里面的约会这个系统。就是每一张卡面有它的剧情在，但是它的剧情就是某些服装所关系到的剧情，可能也要你破了主线才有办法再去看，因为会被剧透，它都是有连贯的。但我只能说阿尔贝的卡的剧情都蛮香的，我觉得都蛮香的，它是我目前看到我觉得故事上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艾德里安，但是我必须要很残酷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推的是艾德里安的话，你像我一样这样子很认真的玩14天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你最喜欢的艾德里安。我现在也是有点放空看直播，娘，那是因为我在讲少女的王座话题，娘，你弟狼怎么变成兔子？不是，因为你懂，兽耳就是要到底在说什么？很香耶，你看看阿尔贝的香香卡面，マジ可愛。其实他的人设应该是我会最喜欢的角色，但是真的就是剧情上刚刚讲的那个配音的问题把这一切都毁了，不然基本上阿尔贝应该要是最打中我的一个角色。他的每一张卡面跟他的剧情都是我很喜欢的，然后有一些我没有抽中的卡，我也有去上网稍微看了一下剧情。但弟弟吗？弟弟就是不会想要跟弟弟约会，单纯就是解锁弟弟的剧情，就是单纯是因为弟弟很可爱，弟弟好可爱，弟弟超可爱。这个套装是有尾巴的吗？尾巴是另外抽的，我告诉你。突然打开了什么开关？尾巴是另外。好，对不起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是乌列尔，我觉得乌列尔的剧情我也蛮喜欢，但德威特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李泽言那种霸道总裁设定，基本上就是他再怎么努力我都不会喜欢。然后像维吉尔巴吉尔，他虽然是平川大辅配的，对，他从内到外，从骨子到他的皮肉，整个人就是 the 平川大辅，但是我ダメです。他到后期其实就是剧情看到比较偏后期，你会觉得他跟李泽言还有许墨其实还是有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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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差别，但没有办法，角色设定上就是直接撞了。弟弟真的超天使。德威特不是李泽言啊，李总人比较好。他们两个其实类型差很多耶，看到后面你会发现类型差很多，就只是人设有撞。
是啦，李总人是比较好啦，但是我蛮不喜欢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开口闭口就是笨蛋，就会有一种你才笨蛋，全家都笨蛋的冲动。我每次听到李哲言骂我笨蛋，我只要一打开，然后李哲言就讲笨蛋，然后我就，你才笨蛋，你全家都笨蛋，跳过剧情，跳过剧情，只是为了拿石头而已啦。李总这种类型我真的不行。目前大家还蛮多人在压那个艾德里安股跟阿尔贝股，基本上这两股是最高的。还有股市哦，我现在是压艾德里安啦，压艾德里安股，感觉这个股市会上涨。给你们看我的弟弟可以换很多衣服，我多讲可爱哟，可爱哟，咪爹古郎，他现在穿这套，然后这个是，我，这他妈的的呢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把手机的通知都关掉，不然这样我一直跳通知。好，就是呢，安呢，可爱的小。这是圣诞节的，然后这是我自己合出来的，这是主线破关之后会送的衣服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有够可爱！就是不管怎么看，弟弟都是天使的感觉。就算是R卡看起来也很可爱，还有一套是少年侦探哦，侦探也是。Oh my god。然后发型就是有的还会有挑染，你看有色围 ，Oh my god， 他瘦而有色围，但是因为他色围这个系统最近被骂爆，最近管理员快要被骂爆了，就是有很多配件可以抽啊，然后像麋鹿角啊，跟女仆帽帽，跟猫耳啊，然后哦侦探帽，这样就我收了一整套，嘿。可以开污染模式，哎，哪里好多换衣服游戏怎么可以这么好玩？价值观崩坏，对吧？我的价值观都崩坏在弟弟身上了。然后这个是尾巴，等一下，尾巴要看一下，在这里，ここ揺れてる，やばい，猫やば，尻尾最高，翼天才，これ悪魔の天使じゃなくて悪魔の翼、マジ天才、運営さんマジ天才。对不起，还有恶魔尾巴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弟弟最萌的设定就是他不是天使，他是恶魔。Oh my god， 最香哦！可是他有一个设定还蛮惨的，就是他的恶魔的。翅膀跟恶魔尾巴是不能并存的，这点是让我觉得可恶。好，对不起，这就是差不多就是弟弟的介绍，然后还有像一些特效什么的，还有特效可以抽，我抽到蛮多的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也有本命回避，因为我本命就是弟弟嘛，然后弟弟的东西我抽的最少。然后反而我不喜欢的角色就是会抽到很多，就是像这位巴吉鲁桑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我比较不敢恭维的这种角色，我就会莫名其妙抽到很多很厉害的东西。就会莫名其妙抽到很厉害的东西啊。但是阿尔贝我应该是抽到最多的，阿尔贝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运气很好，然后抽到了好几套 SSR， 而且都是功效蛮好的。这件是官方本来就会送的，到后期破关什么的，基本上也都是靠这一件。不要把那件练好，基本上不用再抽到别件啦。但是你知道剧情上就是会想要让他一直换衣服，就是很可爱嘛，就是很可爱嘛。我比较喜欢让他穿的休闲一点，然后。就是像阿尔贝，让他戴上兽耳的话，他就会害羞。这一点真的是，卡哇伊。这位真的是泽平川大辅，就是平川大辅平常就会配的角色，但我真的是ダメです。
先跳过 skip。勿扰模式的静音设定要设成永远，才不会跳出通知来的活动。时装游戏为什么还会有不能同时穿的设定？因为它一样是背部配件，就是翅膀跟尾巴同时被归类成那个背部配件，所以没有办法同时穿。然后女主角我倒是没有抽到什么好东西，女主角有抽到一件啦，就抽到一套那个。抽到一套 SSR 的，然后就一路扛到后面去。那女主角抽到 SSR 这点还蛮重要的，所以如果有加倍池的话，推首先是推奖先抽女主角的，因为男主角会慢慢的进入你的队伍里面。然后再来第二个要练的，基本上德威特不建议练，德威特练也没什么用，你练到再高等他的血量还是一样少，他的输出也一样少，他的物防魔防什么的怎么点也不会高，所以基本上就是练阿尔贝。阿尔贝极重要，就是先练女主角然后再练阿尔贝，然后第三个就是把弟弟的血能盖多厚就盖多厚，奶妈非常之重要。然后第四个输出角就是那个乌列尔，练这四只就好，其他两只不要理他了，其他那两只怎么练都是在浪费经验值，反正都会死掉。感觉你擅长帮别人配衣服是吗？要不要考虑开游戏实况？我也觉得我快要可以开游戏实况了。有没有厂商欢迎哦，欢迎哦，我还没有接过游戏业配，欢迎。我只要游戏上瘾就会写这种攻略，大家厂商欢迎，谢谢。能够攻略的对象都是主角群，都会一直阴魂不散的站在女主角旁边。哦，不是阴魂不散，我是说很努力的跟在女主角身边保护她。外表炸气，真的，德威特真的，你带整个队伍出去，然后德威特，因为他有。战斗站位的问题，战斗有分第一排跟第二排，第一排一定是先躺伤，那所以基本上第一排的角色一定要被设定成血很厚。 But 德特被设计成一个非快攻的角色，很奇怪吧，他在第一排然后无法快攻，然后血量又少，然后他的物防又低，基本上我让他出去躺伤而已，我会让他出去躺伤。基本上第一个队伍里面第一个死掉一定是他，第二个才是阿尔贝，因为阿尔贝一定会帮女主角躺伤。然后好感度也要稍微盖一下，然后好感度盖也是推荐盖阿尔贝跟弟弟这两只就够了，这两只的好感度一定要堆到非常高。就是他会在女主角受到致命伤的时候出来躺伤，然后会有护盾的附加作用，然后有什么抵伤啊，然后还会有回血等等的附加作用，所以基本上阿尔贝跟弟弟是一定得练的角色。连炮灰都撑不了几下，意思没错，他炮灰都撑不了几下，有的时候他还没发动第一轮攻击，第一回合他就死掉了，我就想说什么意思。因为我很常就是要拼那种三星的奖励，可是就因为他死掉，然后就只能拿两星，好感度直接盖不起来，在我心中的好感度盖不上去的一个角色。而且我已经抽到他 SSR 的卡了，还是没有用哦，跟是不是欧洲人没有关系咯，德威特是真的没有用，大家都很认证的没有用的角色。遇上关系只买一包没关系，谢谢思琪。
我懂，我也喜欢三星奖，是这样吗？它是玻璃大炮吗？你要说它单体输出高不高吗？它单体输出哦，你如果说开大招的话，它开大招基本上一次伤害我现在量35等啦，就是它的大招硬比乌列尔伤害少一半，你还不如依靠后排的乌列尔。乌列尔的物防也高，然后 CD 也快，然后抽到衣服基本上大家说10件有8件都超实用，我只抽到了一件，然后那件超实用。然后乌列尔的单体输出35等的状况下，他单体一次大招可以带12000的血量欸。如果是德维特的话，他单体只能升到最多5000，真的是一半。所以德维特真的不要练，不要练，浪费时间。正前排的你给我当什么玻璃大炮？你还不得不带他出门哦。所以有些地方会有共鸣，基本上这种 RPG 都会有这种概念。现在看到我感觉什么？嗯，剧情需求，大家都说他是个没用的国王。最讽刺的是，他的设定是隔壁国的国王，皇帝的那种独裁式的。最讽刺的就是他们国家主打的就是军事力量。您的军事力量去哪里了？昏君啊，国王好歹来个霸权吧，他连拉嘲讽都不会耶。我们家阿尔贝至少还会拉嘲讽，然后又会给护盾，我们家阿尔贝最有用了。有些地图有等级限制，要某级才会解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它也有这个问题在，这个游戏也有这个问题在。但是你只要每天好好打那个每日任务，基本上经验值级的速度非常之快，一两天基本上就可以盖个，基本上一天可以盖一等啦。如果你有好好练游戏的话。你要去下一款吗？还是继续爱护弟弟？听官方是说最晚3月会更新主线剧情啦，所以我可能就再等2个月吧。但是这段期间会不会入坑下一款手游就不好说，我也有可能会回坑艾娜娜。说真的，艾娜娜我换手机之后还没有玩，虽然很对不起我桌上这一堆奇莱路，我桌上这一堆你们看不见的奇莱路，这边总共有几位奇莱路呢？我算一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位的奇莱路，虽然有点就是对我桌上哦，上面还有哦第14只，然后那边哦还好这边没有，很对不起这边一大堆十几位的奇莱路，但是最近真的没有这样。如果重来，之前也是广告广的很凶啊。如果重来，剧情好看吗？我觉得少年王就普普，就是韩漫会看到的东西。他们都在看你啊，你忍心吗？可爱，不然
来看 iQIYI 15 八点档剧情，哎、欸，好多人跟我说这一次的原创剧情很好看哎、欸，真的假的啦？可是我这样新手机都拿来玩游戏是好的吗？我的密码写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继承码写在这里，写在上面这边有一张便条贴写继承码，我还没用。如果重来的乙女向剧情写得很棒，哎呦，好需要乙女向哟，哎呦，马上宰，超糟糕哎，马上给你宰。如果重来是不是漫画？感觉好像听过，不是，是最近一直，在 Coin Master 的前阵子很常广告的一款手游，然后我不知道哎，那个唱歌的人听起来很像老萧的声音，唱歌唱得很像老萧。我的 Face ID 不认得我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他不认得我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认得我？我要开 Siri 骂他了。Hey Siri， 你为什么不认得我？哎，完蛋，他听到了。Hey Siri， 你为什么不认得我？他回我答案总是不简单。我很笨，你要直接告诉我答案。他说我尽力了，如果还需要帮忙，欢迎提出。不要，晚安，拜。他和我晚安。好吧，他拒绝对话，不要跟他说话。然后台配也很像，只是游戏 UI 很像练鱼卡，也很难练。欸，感觉蛮有挑战性的哦。之前练鱼还没更新第二季之前，我就把整个游戏破完了。然后玩家等级，那时候用户等级也是提到最高。所以到最后不玩炼鱼的原因也是因为玩得太快了。嫌弃耶，对啊，我 Siri 坏 Siri 坏。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 Hololive 的感觉啊？ Hololive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查一下，如果重来是吧，然后顺便把没有在玩的丢一丢。哈，炼鱼到底要不要先删掉？我其实没有在玩炼鱼，好吧，删掉好了。我其实没有在玩了。我会载回来是因为之前有那个炼鱼的展，然后他入场必须要看你的 ID。如果重来，取得无法辨识脸，无法辨识脸部，快气死！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坐太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想打那个长的要死的密码，他真的不认得我，他好意思，他真的是好意思哎，为什么？我刚洗澡之前明明放在这边，他就有办法，为什么？我不想打那个长的要命密码，镜头脏脏的，是吗？为什么不认得我哎？好雷哦，好雷哦！你密码怎么不设短一点？因为我之前有一次那个密码，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密码被盗，瞎回的。好吧，这密码真的是长的要命哎，我记一下。
如果我记得就好了。我是还好，我有把它打在那个备忘录里面。我若哪天删掉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打不开我的 iPhone 了。还是我用纸笔记起来啊？突然觉得好危险哦。对，把刘海翻开，基本上他会认得我。好伤心哦！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我只要掀开刘海就是另一个人了吗？我很伤心哎。我今天要把我的密码用手写的写起来，不然我一定会忘记。什么上古时代的记密码方式？我跟你讲，那上古方上古的方式吼，永远是最好用的。侦测额头的意思吗？他根本就是看我额头嘛，哼！我额头是有长一张脸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有试过那个记事本的复制贴上，没有用哦。各位的 Face ID 都没有这问题吗？怎么办啊？他的意思是不是我化浓妆跟化淡妆是两个人？然后掀开额头是第三个人，我到底有几张脸啊？扁脸，扁脸，我可以去应征火锅店了。可能就跟王座出色我一样的概念，你说我脸吗？你快笑死！而且有时候明明就晚上关灯，然后躺在床上，他也侦测得到我的脸，我也觉得很害怕。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害怕。我的拔蜡已经最后一个了啦，不要这样。确定是侦测到你的脸吗？好害怕哦！还是我现在来重置一波我的 Face ID？ 还是我当初就是没有用好这样？容我找一下。我其实还是不太会用手机。个嘛，这个嘛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找到了 ，Face ID 与密码，这个吗？哦，说我重置 Face ID 就可以了吧？设定 Face ID。如何设定 Face ID？ 开始设定。将 iPhone 拿低一点。将拿多低？还是其实是因为这里太暗？跟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啊。他不理我。
他是哪里看不清楚我的脸？好气哦，什么意思？他是有侦测到别张脸，是不是？这样 iPhone 拿低一点，很低嘞。第一次扫描完成。这样总行了吧？可以了吧？我来试一下，解锁一下。哎，可以了。那刚是在怎样？好，我决定每次打不开，我就要重置一次 Face ID， 多累。跟行程要戴口罩才能辨识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戴口罩它有办法扫描进去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会很方便呢。因为在外面大多都是戴口罩，还是他会那个因为口罩的颜色不对。不行啦，可恶。是多懒惰。然后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艾娜娜载回来？艾娜娜。再打一次，很长哎，这个密码。好，嘿、hey, ，我没有记错密码。更新是侦测到戴口罩，直接跳输入密码。哦，你说最近 Apple 更新的吗？有，我有更新到这一点。戴口罩可以通过辨识，那路上很多人都可以看你手机，那好可怕哦！那还是算了。哦，我的把它吃完了，刚好跟你们通知嘛，我吃完了，但我水还没喝完，我要继续努力喝水。最近真的都没有工作哎、欸，超闲的最近，感觉房间很大，我房间超大，大到不太知道这么大做什么，就是拿来跳舞吧。我刘海已经算薄了，我刘海我已经努力要让它变薄了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我把它。戳到痛处，我在监控合照会数量，我要当拖延仔。你们慢来啦，阿潘的应该不会那么快办完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反正那可以拿来堆礼物，啊，我礼物有好好收纳，我很棒。然后可以拿出来用的，我都拿出来用了。刘海很长，有吗？有吗？我想说，这样感觉长度好像刚刚好的说。有点太长吗？还是因为现在是直的，就是我没有夹卷，现在已经很薄了。之前真的厚，对吧？我之前真的是很努力耶，我怀念防弹级刘海，知道吗？你很怀念哦，那我改天用这种方式来试试看好了。再打一次密码，为什么？刚刚不是打过了？可当回去还是打真的吗？ありがとう。是说阿潘有看到 Lena 桑的开箱哦，有啊，我看完了，我是忠实观众，我是 Lena 桑的那个 YouTube 忠实观众，他的第一部影片我也有看，我女朋友
的时候一起去合照会，我现在真的很困扰。难得，难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好啊。为什么困扰？合照会说要给他拍一张专属拍拍，对，志宏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小约定，开心。Hello， 陈梅酱，有些女生会介意，哦，可是都说要来了，应该是代表比较不介意吗？难得，到时候再给你看，好，等你，哎，下载好了。棒哦，香哦，跟你说，就是我刚刚不是中间有提到一次金庸小说，就是呢，其实我以前就是没有很喜欢古装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看的就是没有很爱耶，然后就没有很喜欢看古装相关的戏剧啊、漫画啊、小说等等的，其实都没有很喜欢。然后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不喜欢历史吧，我历史成绩很差，然后我极讨厌历史这个学科，人就有点不喜欢看相关的剧。然后呢，最近就是因为对我就肤浅，我就是自己穿了汉服之后觉得自己超帅，然后觉得很香哎，我觉得好像可以看一下什么传说中的侠女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开始问我哥还有我妈，我就开始问说楚留香到底是谁，因为你们一直留楚留香，但我其实真的认真不认识楚留香是谁，对，听起来很扯，但我真的是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楚留香到底是干嘛的，他到底是谁啊，他长怎样啊，就问了一堆问题，然后就问到最后变成我最近就是对金庸小说非常的好奇。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窝到我爸妈的房间，然后我就问他们金庸小说，我就问东问西，我就一直问啊，就开始问什么哪一部入坑比较好啊，还是哪一部戏剧比较好看啊，然后金庸的写作方式是哪一种啊，然后还问了就是某些角色啊，讲说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强，到底降龙十八掌比较强还是怎样，然后东邪西毒又是谁，然后我在那边问什么郭靖跟张无忌到底什么关系，然后还有什么黄蓉瞎混，我就问了一大堆有的没的，骚扰他们，还想占强度啊，你这次的身形很闲，对，我就是肤浅，我就是穿了那个衣服之后，然后我突然觉得好像可以接受古装了。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，你如果看金庸小说的话，你历史会变好哦。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一些就是角色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。然后我想说，那不就是跟我看的那个什么风洞明啊，然后跟无命骑士那个就是差不多，他只是把那个东方的名字，然后换成西方的名字，然后其实脉络差不多，啊不就是打怪嘛，啊打怪打打打，然后可能是武林高手嘛，然后可能会讲到他的师父嘛，然后讲到他的师父，可能就还要再讲到他的周身嘛，然后讲完之后还要再讲这个主角的后代啊什么，然后我就越讲越觉得奇怪，我国中的时候干嘛不看金庸？如果国中就开始看金庸，而不是看无印骑士的话，搞不好我现在历史就不会这么差。然后结果我爸就跟我讲说，你看完这个之后，你历史一定会变。好，你可能会对历史比较有兴趣，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危险的，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我要被打死了吗？喷泡喷泡是不是直接丢给你书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家没有那些书。限制器的概念是笑太灿烂回家就跪键盘了，咦嘿嘿，可爱。甜蜜的负担呀，可以看完去考历史系研究所，不需要。不会啦，下一届智力争霸战就还用得到，最好是用得到啦。
我是怕老婆协会的。不过呢，常翻拍类似的剧，我爸妈也蛮爱看，也都又正又帅。有些改编的超多，对，他们就有跟我讲说什么有香港版本，然后有中国版本，然后中国还有分几零年代版本什么的。然后我听了听，我就觉得我还是看小说比较好，我还是看小说就好。但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看电子书还蛮方便的，我想说那我就看电子书就好了。我本身是喜欢看书胜于看剧，真的三不五时就会重拍一次啊。然后我爸妈就在争论，就是我爸跟我哥都是跟我讲说先看《天龙八部》会比较好，然后可是我妈就跟我讲说就是先推我先看你《天土龙记》这样。你知道金庸的建模是谁吗？我当然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还没看、啊。考虑去打工吗？书不错看。其实我以前就是还蛮想要去书展打工的，或者是去书店之类，就是喜欢书。我在你这个年纪也跟你说过一样的话，可是现在 ORZ， 所以你看完了吗？金庸小说只看过国高中课文节录的部分，其他都看剧知道的。天龙八部佛学思想比较深，确定好坑，不知道啊，就是他们说看完那个之后会比较知道，比较容易理解整个世界观吗？他们是这样讲的。其实去书店打工不一定有时间能看书，哦，对对，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。但是我就是国高中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服务学习，就是要去凑那个时数不是吗？然后那个时数就是我通常都是去图书馆度过，就是我会就是要去帮忙整理馆藏嘛，然后整理完馆藏啊，然后换了新的报纸之后，然后我就会默默的自己偷偷去看书。觉得《神雕侠侣》之类的比较容易入坑，《倚天》男主角比较没那么像一个大猪头，但不用担心，我比较不喜欢看，就是我看小说比较不喜欢看恋爱戏的，恋爱戏比较不会打到我。所以我才想说先不要看《神雕侠侣》，因为就是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阿潘，我上班去了，下次直播间晚安。什么志宏，上班加油，干嘛的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服务学习不是找里长盖章就好了吗？很多人是这样，但我就是会去图书馆的那种人。那你喜欢穿越的吗？穿越的现在好像还蛮多题材的，不是吗？神雕侠侣也不大算恋爱戏，真的吗？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，然后我爸妈就会突然讲到某个角色名，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，我在丐帮卤味拿过，有一家连锁卤味店叫丐帮卤味，然后他的号码牌都是丐帮的角色，然后我就，这个我拿过，那个什么赵盈盈，我拿过。根本不记得，根本不知道那些角色是谁。我拿过那个牌子，格调没了。第一部好像是看《天龙八部》，再好像《神雕》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都是第一部先看《天龙》吗？正常的应该是反过来顺序好吗？你是说先看了金庸小说，然后去买丐帮卤味的时候会，哦，今天拿到是这个角色？对不起，我是反过来。潘爸送你白眼吗？他们笑到病归。阿潘是三井优哦。阿潘前几天不是 po 文说去那个，就是跟，不就昨天吗？昨天 po 文说跟羽苗约会，其实是就是我感冒刚好的那一天，然后我们就去看《鬼灭》的 4DX， 终于有时间去看。好像是看了电视动画的《神雕侠侣》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动画版的我知道，但我没有看。
我第一部看的真容是《笑傲江湖》，呜呜，拖好久都还没去吃那家猪排。哦，哪家猪排？是不是没有跟成员约会就没有照片看？好像是耶，好像都是成员在不跟我拍照耶，对不起。最近都没有，我最近这都没有化妆，零妆。今天去健身也是，就给他素颜，就给他素。令狐冲整部剧都在受伤，可是我妈说她喜欢令狐冲耶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朋友看过《醉游记》吗？没有。12月31就去看 4DX， 有拿到特典，好厉害哦！林口三姐那个到什么时候啊？会不会很快就到了？你说那个景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偶然看到的。那天单纯是为了看 4DX 去那边的。林中什么的我遇过了，外露杀气，谢喽谢喽啊谢喽。《笑傲江湖》也很棒，超喜欢男主角。那我到底是要看哪个？所以我妈到底是喜欢令狐冲还是喜欢任贤齐啊？哎、欸，这问题也很深奥哦。不是听说美丽华 4DX 比较棒？哎、欸，我没有去过美丽华 4DX， 我只有去过林口三井。跟那个板桥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啥，哎，板桥是板桥吗？因为忘记，然后还有那个信义的。射雕三部曲都看一遍就对了，好像座椅可以震动。对啊，你跟雨露的捷运踩点之后，我知道每次经过都会做一下冥想。但事实上，我跟雨露已经很久没见面了，因为我都在生病耶。哦、yeah! oh, 对，然后那天看完《无限列车》之后，你们有会拿出什么很无限列车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要跟你们说，我在杂志封收到了，收到了闪电咪哥，我想跟你们说，我在那一天在杂志封收到了闪电咪哥，就这样，跟大哥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然后我还没拆，现在要来拆，因为我现在想起来了。跟大哥没有关系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大哥的东西都还太贵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很喜欢闪电咪哥啊！我好像有一天睡觉还梦到闪电咪哥呢。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天梦到闪电咪哥，然后那天超开心的。怎样喜欢闪电咪哥很奇怪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他，但我就喜欢闪电咪哥。就对他这种人设完全没有抵抗力，他人设完全就是香，不是因为要扭的话也扭不到啊，他的那个款项太多，他款式太多，我想说我要怎么扭都扭不到，这全12款哎、欸，全12款。超喜欢这一款徽章，就是很有质感。嗨，个连屋上的教授，你的可爱的手，我的双腿，不是 CP， 单纯就是喜欢这两个角色。嗨，こんな感じです。开心。
我上次看到是在 KTV 里面，可是没转，去地下室就没看到。哦，我是直接去买，直接买。ski， 阿潘都直接叫名字真亲密，哎嘿嘿，三厘米哥。因为喜纳兹卡瓦有两个啊，你如果讲喜纳兹卡瓦，你如果只讲不死川的话，你就会叫到 Kenya 在这里，留言区有一位 Kenya， 有一位神秘先生。对，但我喜欢的是他哥。藏寿司有类似的，那时候有活动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那天就是吃藏寿司，然后因为我那天就是大病初愈，然后。我难得有一次没有吃超过十盘，真的很伤心。可能那天的食量只吃下五盘，然后我们就扭了两次，然后扭两次嘛。学姐吃五盘，我吃五盘。哎，对，那天还有学姐，对，那天吃藏寿司的时候有没有还没到，然后呢就一人吃五盘，然后扭了两次，然后就扭到义勇了，超厉害的。他比我还会吃，我每次都是吃十几盘，但那天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感冒刚好，真的完全没有战斗力可言，我只是去吃个开心而已，扭个开心而已，也没有想过要扭到什么东西。但是好伤心哦，就是周边的人都没有人扭到三内米根，超想要三内米根的。可愛いでしょ見て。是看起来很凶，但其实他就面恶心善，而且是个地控，拜托，多可爱！就喜欢地控，五盘太少吧？对啊，五盘真的很少。你刚刚直接叫大哥求救，我要学那个上旋，学他讲话求救。上次跟 Martin 奶冻姐一起吃，我吃的金额不到他们一半。嘿，有人叫我去扭拉拉熊，害我吃到1000多块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阿潘想扭到谁？阿潘想要扭到三连米跟 Coletes， 想扭到三连米跟，超喜欢三连米跟。但我三内米根的东西是随缘收啦，就没有像七濑路收的这么狂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像七濑路收的这么，对，这都是大概3中1，中奖几率好像跟盘子数字有关。诶，なるほどね。那他从在羽苗那边的，诶，我。好像有一次去贡献了15盘，对，跟 A 爸爸他们去吃的那次，跟 A 爸跟法法跟雨喵去吃，然后那天吃了15盘，勇者 death， 勇者 death， 我吃了15盘，勇者 death， 但是我记得那天出来好像是那天出来是谁啊？那天扭到的谁？好像是英柱。但我们就没有人推银柱，这没办法。家里有14只风柱的话，感觉很可怕，先不要。你说整个桌子都是三厘米根吗？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啦，就是佛系收三厘米根的周边，佛系收。15盘也真的有点太多，阿潘怎么这么极端？哦，没有，5盘是真的，因为就是生病，真的吧？因为这次感冒伴随食欲不好，但是基本上平常食量是在那边，就是10到15盘。在现场跟别人换呢、啊，我好像没有在现场跟别人换过，但安利美特会，安利美特会在那边。请问太太有需要吗？请问有太太需要吗？请问有太太需要吗？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安美抽那个立牌，安美咖啡，然后我抽立牌，然后对我也凑手，什么都没抽到，但是抽到了一个午餐，
然后一直换不出去，我就想说要不要就是跟人家换闪电蜜棍，因为闪电蜜棍其实也不难换，但是就是没有缘分。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直接把那个木赞什么的直接送给雷吉算了，因为雷吉好像很喜欢木赞什么是吧。这张是汗牛仔很奇怪啊，阿爸的鞋子都放在房间吗？哎，我刚刚发现了一点，这样的才在小北，才在小北买的鞋架被发现了，所以我把鞋子都搬进来房间了。我真的都放在楼梯上，然后就这样放一排。然后我哥每天要下楼，就是被我的鞋子卡住。那你只有讲过他喜欢午餐，有吧？有讲过吧？我记得。鞋子意外的少哎，啊，ここは全部です。哎，ほぼ全部かな。有一双那个 Nike 黑色的，那双穿很久，然后鞋底也磨平了，但就是放在另外一个鞋柜。然后一双 Converse 吧，单纯收藏用，没有再穿，穿到坏掉，因为那双已经坏掉了，就单纯只是收藏着好看这样。嗯，没了，就这样。ここです。都是大家看过的鞋子啊，一双紫色，一双粉色的那个 Nike， 就那时候特价的运动鞋。然后下面这里是一双那个格纹的 Nike Air， 在 Outlet 收的。然后左边这个是小白鞋，小白鞋300出头。然后下面这个是跟朋友收的白色高跟鞋，大家很常看到的那一双。然后中间这个是300多块的那个靴子，也是大家很常在贴文里看到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99块的皮鞋，嗨。上礼拜我去台北玩，礼拜一也重病，重轮重病毒上吐下泻 ，Oh my god， 造反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哦。你去看医生了没？伤痕也是皮鞋，哎 ，yes yes， 那双鞋子才300出头吧，我记得好像也是390之类这种价钱。好想真是勤俭持家的好媳妇，不是主要也是也不知道要买什么鞋子，然后我妈有时候也跟我讲说你很常穿洋装，你要不要买多一点鞋子，但是其实就是也是不知道要穿什么鞋子，也不知道要买什么，所以就这样就好。感冒还没好举手，天啊，这里超多病人，大家对不起，是我传染给你们吗？ごめんなさい，是我传染给你们吗？因为北原也感冒，我记得我虽然没感冒，可是手还是呈现冻伤状态。Oh my god！ 我一双鞋可以抵一整个鞋柜，欸，这么贵的吗？已经好了，明明公演2天还是梦活活，隔天就变成病急。对不起，是不是被我传染？我传染力超强欸。透过网络传染，透过公演传染。欸嘿，4G 网络传染力很快的，我 5G 哦，透过翻砂传染。一想，但是手机没有插着电，但是还有电。对啊，我跟雨喵那时候都还在生病。我记得美玲跟祖祖那时候也生病哦，萨库拉病毒场，我应该是在梦里被你传染。好啊，我出门都有乖乖戴口罩，现在看直播没戴，应该不会被传染吧？哎、欸，我感冒好了，跟我没关系。阴型病毒，好可怕哦，萨库拉病毒。哦，我真好喜欢这件帽 T， 好棒哦！今天才刚买，喜欢，它穿起来超舒服的，就是感觉等一下会睡得很好的那种感觉，好棒！迫不及待躺到床上，原来是特种病毒，阴型病毒，
最近疫情又开始要判出门要小心。嗨，可是困难蛮大，虽然我应该不太会出门，还好我是家里蹲。我现在觉得喉咙痒痒的，该不会该喝水了？喉咙痒痒，该喝水了。喉咙痒这个我知道，还在电话亭对吧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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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この虫，可以，どうしても止まんない，可以。我快笑死，这里好多桃园人，你们都是桃园人吗？那你们最近真的要，真的出门要小心哦，大家。要注意身体健康啊，大家！可以可以，怕爆！好多老人大大怕被网络感染，网络感染可能是可以。你们有看那个吗？现在新番的那个夜，我有看到最新那一集，棒哦！李哥长，辛苦了，李哥长。我的感想只是要辛苦了，李哥长。已经有点看不下去，我的天啊，我有点无法想象下礼拜更新要看到什么东西耶。大家还有人在追吗？有人在追吗？还以为你要说天竺鼠，不是，天竺鼠刚开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不不，好烦哦。最新那集太虐了，阿基拉你有看啊？我真的是，呀，那集真的是呀，你嘎讲，他们人到底怎么进去车子里面的？跳车啊，不，这样，不，我错过天竺鼠了 ，QQ， 我有看天竺鼠车车，不。我最近只有看阿潘而已，很好耶，好像突然塞进窗户里面，对啊，就跟我只是一样，不一样，就这样进去了。车子里面还能装猫咪？喵喵。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啾啾，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啾啾。就是有没有看前几季是可以看的东西吗？就是会不会接不上啊？没看车车跟不上话题了，糟了！阿丽，等一下我下播之后就去看，一集两分半而已，不会占到你多少时间，还跳过片尾哦，完全没有片头，你就，总之他到现在也只有三集而已，你看完不到十分钟，你可能洗澡的时候或者是。吃宵夜的时候你就不一就看完咯，不一就看完咯。他们小偷有系安全带，对啊，他们是这样子不一进去之后走。最近不是在补阿潘的直播，就是在看 Holo Live。 なんで？为什么你也是在 Holo Live？ なんで？一集两分半，对，两分半。谁洗澡的时候会看啦、啊？我洗澡的时候会配东西啊，我洗澡的时候会放个团综在那边播欸，然后在那边洗澡，然后放个 JO1 House 啊，不然就是放最近的什么 JO1 的呼吸，然后可能洗头的时候会播一下歌啊，可能又是 Shine a Light 啊，然后 Monster 啊，Safety Zone 啊。
洗澡看会洗不干净吧，时间太短。你说因为那个天竺鼠播完其实你还没洗完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三集追完了你还没洗完，我是说真的。那你洗不会洗很久吗？会，我洗澡洗很久。我洗澡是洗很久的那种耶、yeah! 我会住在浴室棒。这么一说 JO1 就来了，声控波哥，就算我为了融入小偶像的世界，就跑去看女性向 Idol is Seven。 Idol is Seven 不是女性向， Idol is Seven 是神作。是要翻造两间浴室吗？有，我会在洗澡想事情，我会在洗澡的时候边想，哦，就是会边想下一次 solo 部要跳什么，然后偶尔还会稍微想一下，然后最近想的基本上公演前就是不会看 JO1， 然后边洗澡就会边开始想，哎，完蛋了，沙发怎么跳，我不会忘记了，哎呀，让我陪着你，哎，那个歌词是什么东西？下一句，等一下，如果当天。转黑之间，还要在那边硬记歌词，你知道吗？边洗然后，语急急切切，我们却超好笑，很认真。不是看你直播才是正确的决定，难得唐吉诃德这时间外面还排了500人。浩哥，你还是看我直播就好了，我们赶快回家，不要排队了，过几天再去吧。学妹都说要洗澡都不见了，学妹应该是最会洗澡的生物吧？还好我就是学妹。只有一间的话会很惹人厌，所以我到最后那个洗啊。最近的真难过，我都不知道默默那么自卑，对不对？默默林真的是默默林赛过吗？真的赛过，你爸的卡米，你爸的天才，さすが先輩，语汇率低下。对吧，默默林。会越看越喜欢，而且我觉得动画版的默默林很香哎。大家都想说半夜去的美人吧，就是我啊，我刚刚不是就想说我等下播完之后就去，绝对一堆人我才不要。阿潘组建林奈花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平常就是这样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立牌。这个立牌，我当初开的时间是半夜2点，就是它是随机的立牌，安美卖的那种随机立牌。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想说，哎，反正应该抽不到了，哎，我想想哦，我看看哦，这个是全员的，我想想，没关系，我喜欢的成员也算蛮多，也算相推了啦，抽到谁应该都蛮开心的，嗨，就开。然后就这样子靠着那个银色的包装，然后这样看了一眼反光暖色系，下面就是这样子播一播，然后我讲到一半嘛，然后他自己关播了，我手不是在这里吗？乖，没这个这乖呀，那可以给我要给你个的，亚达，乖，对，乖呀，而且不是，它不是整个 app 闪退，它不是整个 app 闪退，它也不是手机关机，它是回到 Long Life 的首页。然后显示还问我要不要领每日奖励，我想说什么意思？乖，可以给啊的，呀，是不是跨日的问题？他跨日会关播吗？不是这样吧，呀。
乖乖乖乖乖乖。人ないっしょないでしょうね。怖え、真正的智慧手机，怖い、やだ。后面出现了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。好，继续讲。就是呢，不行，我要无视上的任何留言，可恶，好可怕。然后呢，就是打开之后，不要吓我了。我会想尿尿，说什么话？好，就是呢，打开包装到一半，然后发现它是暖色系，然后又这样子看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橘色吧，我想说，哎，应该是 Mitsuki， 不然就是Momori，就是因为红色嘛，红橘这样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应该没救，然后就打开，就这样子，我就想说，好，给你，然后这样子把它从袋子里面这样子咻。然后就这样慢慢睁开眼睛，啊！然后我就半夜，是起来了，这个状态，虽然是相推，但还是特别的。对，我半夜两点在这里大叫，我就而且还是有那个压过声音的那种叫法，你知道吗？不好笑，这么会抽你是无名的法老吗？我会硬牌，跟大条纸币一样的吧？哇，越来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在开生日礼物的时候，因为我今年真的很感谢大家送我这么多生日礼物，我搬回家真的花了一段时间，然后花了一番功夫才把这些礼物运到我的房间。然后呢，我在开礼物的时候，半夜，对，我是半夜在开，因为我那阵子就是好像每天都练习吧，然后我回家就是都是很晚，然后十二点多这样，然后我就可能一点两点的时候，然后再开礼物，然后就叫我妈一起来帮我开礼物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边开。然后就这样，一整个晚上都在叫哇，然后开完之后就是突然觉得好累，脑缺氧，我刚是不是叫了很多次，这样超好笑，我知道，就是我一直在开生日礼物，然后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尖叫，大尖叫，叫的我好累哦，我的天哪。其实这个情形还蛮常见的啦，有没有那么激动？超激动的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在那个安美咖啡，我抽到七濑路杯垫的那个反应才好笑。就是我有一次，我就真的就是一抽，然后我一拿起来，然后我是原地跳跃，然后就是边叫然后边跳跃，而且我跳超高，你们也知道我跳超高，然后那店员就被我吓到。喉咙不会痛吗？会，邻居就从那时候开始会敲墙壁的吧？啊，被发现了！啊，被发现了。你旁边的人没有觉得你是个怪人吗？没有，拜托，大家都是太太，大家都超懂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哇，我也在懂的。然后据安美咖啡的店员说，很常会有这样的太太出现。啊，所以我这样子，其实刚刚那样就已经断播了嘛，就是他已经不。
他已经不可能是两小时了，那我现在怎么播也不可能让他满两小时，所以现在就是我想要什么时候关播都可以的意思吗？是吗？大家有人很多，对，他说大家有人很多，四段播了，那我要怎么念榜？哈？那我要怎么念榜？多秀，多秀，啊，周榜，哎，你们好聪明，那我念周榜。等等，这里不能看周榜，太伤心了吧，真不能看周榜。嘿、hey, ，我要从另外一个 long life 才可以看的，等我一下，等我。对啊，还是得出动时候，我又把它载回来了，等一下就删掉了。等它下载咯，就为了念榜 ，yes。好开心！看呀，你看你哥很帅。看呀，神迷，你看你哥超帅，你哥石迷超帅。哦，火箭半炸，没关系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嘿嘿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嘿嘿嘿。所以大家希望握手会可以看到很鲜的东西是吧？那你们合照想要跟很鲜的还是很可爱的？你们可以挑一下风格，合照会让你们特别让你们挑个风格，合照会给你们挑，你们只要跟我说风格，我就往那个路线走。大家希望我合照会走哪个风格？这你看GIF 抽到推的时候都会大力吸一下，你说这样吗？我为什么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GIF？ 很鲜，哪个很鲜？你不要用那个很新鲜的鲜是怎样啦、啊？太难抉择吧，没有好笑，多鲜有活龙虾没有？有面包超人，哎，不行，不要面包超人，等一下，先不要面包超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们那塞，我刚什么都没有讲。不要面包超人，不要，给我挑别的。给我挑别的。有点忘记怎么按，很久没有用另外一台看那个看周榜了，等等我。啊哒哒哒哒，果酱爷爷可以吗？不行，还我感动的瞬间！你们最好是会想跟假熊爸拍啦，就跟你们说不是假熊爸，等一下不是假熊爸，是你们不要什么咖喱面包超人不要。这次只会找你握手，不会拍照。好的，谢谢修泽。来个天竺鼠车车。天竺
鼠车车要怎么控制啦？你跟我说天竺鼠车车怎么出脚？我自己做一台放在桌上还比较快。为什么比较想被电晕一点？那请问一下，大家拍照可以认真想一下吗？邪剑爷爷怎样？没现场看过阿潘面包超人？哎，这里看过人很少吗？现场的，但是我还是不会穿啊！你们在想什么？我可以握手的时候穿那个啦，这样我就会去戴着那个洗碗手套给你们握手。我会戴着面包超人的洗碗手套跟你们握手哦，你们要想清楚哦。合照会也是，我不会特地把那个手套拿下来，那手套很难拿下来再戴上去哦。你们手上会都是洗碗手套的味道哦。那是全联就买得到那种70块的手套哦。手套握手哦，合照会合照结束之后也是会握手的哦，劝你们还是想清楚，我是会戴手套的哦。你的粉丝都半天竺鼠车车排队，感觉很有趣，你们全部都给我当天竺鼠车车。哎，那个手套超臭，不是一般的臭，是真的超臭哦，没有在开玩笑哦。阿潘这招狠，自己先准备好。笑死！不要啦，很臭啦，而且后面还有接握手会的话，我会臭死哎、欸！后面握手的人都没救嘞、欸，就那个怎么洗都洗不掉那个味道，就阿拍列超馊嘎，全部馊嘎鼻，我跟你讲。大嫂我手套有馊脚味，对不对？我说扮成奶油妹妹，但是扮成奶油妹妹，她的哎。奶油妹妹有戴手套吗？她有戴白色手套吗？她如果戴白色手套，我就去买白色的洗碗手套，不然我就去买工地手套。超烦，一手握手，一手握菜瓜布，帮你们去角质哦。先握阿潘，然后那部其他剪断。哎，好，为什么你们的手这么臭？荼毒所有人，其他成员抓起来一问，你敢握阿潘哦？有受咖逼哦，好好笑哦。好了，我来念榜了。今天第15名是朱莉恩，谢谢朱莉恩。第14名是邦维，谢谢邦维。第13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。第12名是大家连登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第11名是帅源，谢谢帅源。然后第10名是瑞龙，谢谢瑞龙。第9名是 CKU， 谢谢 CKU。第8名是小谢，谢谢小谢。然后第7名是北原辰胎，谢谢北原辰胎。第6名是 Lex， 谢谢 Lex 三。然后第5名是上，谢谢上。然后第4名是 Happy Love， 谢谢 Happy Love 等等。Happy 的完完全就是跌进了坑了，但不得不说 ，Happy 的我懂，很香。我最近有去看了一些影片，很香，懂，我懂。然后第3名是 Lingo， 谢谢 Lingo。第2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。第1名是 Marky， 没有看看而已，没事。哎，我懂，真是很可爱的，真的很可爱。我有看那个2周年演唱会，只有阿潘说这句话，我心服口服。你当我受卡，然后手上拿出那个手套，你当我受卡。那那还唱超多 TP 的歌，对，我知道，可爱。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可爱，认真可爱的那种。辛苦了大家，今天的两小时也过得好快哦，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全力聊天一波，然后聊2个小时，真的很认真的聊天嘞，我赞，终于恢复健康了我。大家晚安，我要来去睡了。
我要保持一个精致睡眠。大家晚安，能有活力就好，活力满点。希望明天起床不要肌肉酸痛到没有办法起床。我今天真的重训有点做过头，我今天手做了几组啊，做了三组吧，然后腿也做了三组还四组，然后又做了那个踏步机啊，然后今天只差那个仰卧起坐没有做。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把腹肌练回来啦，有在想要不要把它练回来，但是就是好累哦，我慢慢增加菜单，我慢慢加，酸痛会延迟的，我可能等下睡前再拉一下筋。不要看车车，车车已经看完了，不会看第二次。为什么天主属车车会需要看第二次还是第三次？不需要，大家醒醒啊，他只是天主属车车。我快笑死。好啦，那我今天就先播到这里啦，大家辛苦啦。下礼拜应该也是播二五，下礼拜应该也是播二五。然后这礼拜另外一天就是礼拜五。那么我们礼拜五见，大家拜拜。完蛋了，一定路上一堆天竺鼠车车，好可怕哦！我要来试着做羊毛毡了，看能不能做出一台真正的天竺鼠车车。下次直播可能就看到我在这边做羊毛毡，我要做出一台真正的天竺鼠车车。大家拜拜。